及国内外的朋友呢，你们都好。今天呢是国历农历10月28号啊，自从我们10月23号开始采萝卜，到今天已经进入第5天了。然后28、29、30呢，跟那个今年的菜头都要结束了。所以讲，而且日夜不分哈，就是开始一直在烤这个萝卜。那因为十月萝卜比人生更补，是天地合补，所以今年的菜头呢，又逢到跟103年同样的季节，会开始落红。9月3号下种，到今天呢，刚好是50几天。哎，我们屏东都没下雨呢，那个雨呢？像昨天下到山地门，整个山地门落到强要沉的，差阮家才几公里而已，阮家也无落了。所以讲的是没有下雨的菜头呢，是更符合它的人生补。那今年的菜头呢，小小条，搁较符合规条。所以讲，咱要做菜头补的菜头，就是一定爱安尼有头有尾溜。你要知影讲这个尾溜是收这个菜头去的好所在，所以咱要规条嘛是这种规条的，只细条也较合。那呢，恁近看到这区呢，肯定会再得收完。那这区呢，恁也看，无人的菜头红光安尼，规区拢总是乌甜仔菜。这被拔起来呢，这就是野生的乌甜仔菜，然后徛咧，乌甜仔菜，这野生的乌甜仔菜呢，也是天然的菜，唔免去啊照顾，唔免去啊落肥，嘛免去啊喷药啊，伊就当生到这尼啊水，所以讲免过偌久呢，像这尼啊水呢，我嘛是会甲捡起来晒干，备用。那呢，徛咧还袂透黑，就是椒形啊菜，曾经呢，一直甲恁讲，椒形啊菜，是非常的野生菜。你看这椒形啊菜，来到这尼啊悬，我的菜头呢，竟然是，你还佫较近的啦，竟然是，要烤这个菜头，必须爱甲这个草拢掰开。安尼，到我都烤着，烤着这种菜头。所以讲的是吼，若会做事的人啊吼，无人会讲园啊放甲像安尼草啊遐尼啊多。啊，若讲规区园拢总无草，迄免讲，人为的因素呢，一定会是吼，把这个土地母甲好，这个连杂草拢唔敢生出来。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天然、自然，人当然一定要吃这种，人野草野菜都会跟我们要的萝卜同港一块红，安尼到有富含养生的人要爱所处的这种食物。那呢，这个菜头一年干那一届尔嘛。10月落雨，10月来收。那即马这个野性菜甲这个乌甜仔菜，伊的产季哦，伊嘛是伫冬季，所以讲冬天哦，的野菜呢特别多，啊，佫特别好食，佫特别硬。那透过今仔日已经10月28啊，29、30，咱所有的菜头，不管偌济，爱总收成。所以有一天呢，你若来到我的园啊，予我请到咱的菜脯粿也好，予我请到菜脯茶也好，啉到菜脯茶也好，你拢爱知影讲，我有在讲啊。所有的工作人员为着这个菜头，安尼咧拼咧拍拼，因为呢，确实来讲，我林树花啥物拢总无欠，进目前上界欠的是人工。你看的是要调一寡。临时工要来甲咱斗收成，我咧做下再敲电话敲较紧，竟然钓无半个，因为心急如焚，心急如焚就是讲，过三工，
我还阁有几啊万斤还袂收成，那眼见着干呐，即几个人要考，嘛知影一定袂过关。所以讲袂过关的情形，必须含暗时就爱来考。所以讲的是啊，一条好彩头的前因，就是这尼啊辛苦。后果呢，当你已经挨磨了，需要靠伊来泡一杯茶来啉，然后解你规身躯的毒素的时候，你爱第一感谢的，阮这工作人员，好、日夜不分呢，安尼为咱拍拼，恁今日到有法到啉到这杯茶，嘛希望讲全省爱好我林树的青草园的海内外朋友呢，好好的认识萝卜，萝卜十月萝卜比人生更补。啊，因即摆拗起来，即号做萝卜缨，哈，即号做菜头桩啊。这个菜头桩呢，大部分啊，哈，农民拢袂晓用，哈，也搁个拗倒等于做补。那如果您说，我就无共款啊，因为呢，萝卜缨比菜头搁较薄，哈，因为迄些啊，一直在重叠。就是讲菜头，伫土底烤起来，伊是硬的。菜头叶原本青片片，它就是靠太阳，伊就是硬的。所以讲，伊即种叫做阴阳菜。伫一个人面临身体无好的时阵，咱人本来嘛是白天是阳，晚上是阴，嘛是阴阳人。所以咱食的阴阳菜，就是当你咧救急的时候，会当食到菜头脯，嘛会当食到梅迄个萝卜缨的菜干脯。那安尼，即丛啊，拄啊规丛拢总脯。啊，拄啊即丛呢，哎呀，拄啊顾你一人吼，拄拄好了。好，所以讲萝卜缨呢，嘛是同款。阮即摆收长的了，切切的来甲晒，然后呢，嘛是甲晒到变干。那备好呢，阿伯就是要备用的，当然你嘛足欢喜，讲来我这有一杯萝卜缨的茶来请你啉，让你全身呢都舒服。今天呢嘛是拄啊好，才农历到十月底呢，10月28号，那神秘草花比往年啊早。早要到几个月，所以这整园的神秘草花全部都盛开了。那一直在强调神秘草的花香气，它有一股很神奇的灵气，也非常清香啊，清香，非常的清香。可是它的清香味里面，竟然藏着可以破解我们人体的一个毒素的成分在，所以讲的是往年呐，这个开会的时阵，会有很多的养生人士呢来到家去闻取它的花香味。所以讲的是啦，开花时间呢不常在，春夏秋冬只有冬天有啦，其他的时间就没有了。那呢，希望讲今年的。神秘草花开季呢，你们有空呢抽个空来到本园呢我会把这朵花呢采下来把它送给你带回家呢，用个花盆给插的可以清香好几天，放在客厅里呢，哇，真的太香了。放到房间里呢，更香，达到呢闻花神秘草花香气，达到你的病势都如意的境界啊！即摆等你开哦，好，所以讲过年差不多，过年后啊，可能开还未到开春前啊，你的全部都卸掉了。所以爱花的朋友，你看看，我们呢的神秘草花绝对不比其他的花。逊色，至少呢，当你闻到它的时候呢，确实那个清香无比。那也希望讲的是我林树的这片神秘草原呢，可以带给来园的人，第一健康，第二快乐，第三
哈，如意，好 ，OK。前生爱好清茶朋友，大家好。今日游玩是十月农历哦哈，十月二十八号。那这个红梨呢，种植的时间哦，会拄啊甲菜头同时阵。那呢，我今日个游玩记得讲，我对着陈丁鹤老师咧上清茶课的时候，老师讲了一句话哦。伊讲诶时阵哦，上有效诶，哈，就是效中一点红。好，你先看只哦哈，无论大细丛诶红梨菜，那即算叫做菜叶，算细丛啊，哈。所以讲诶是啦，红梨菜中一点红，然后那是奇袜哦，哈，你个是奇袜哦，哈。中奇袜内底藏一条那一条虫，好，叶中一点红，跟树中的那条虫啊，是顶级的一个好的一个食用方。所以讲，咱我就讲强调，你看，咱人啊，人哈，一身躯的中内底是心脏，心脏呢？也是血红色，所以说红梨呢，名副其实，它的红到心脏里面，红到心坎里面去。所以说只要我拢一直讲一句诶，嘿，心中哪一个在跳，嘿，人是世间人，心中哪不爱跳，嘿，你就是天干。所以说生死间一念之间，要拄着讲急用的时阵啊，哈，哎，那是一瞬间、一念间，为虾米呢？因为红稍微这个可以当作菜来食用的，当药用的。要拄着讲伊安尼手中，对吧？手中拢总是红的哈，咱的菜类里面一直找不到。所以这红梨菜也等于是红梨苗，你若来我家，哈，我把它烤一撮吧，安尼穿烫一下，就是顶级的一个炒饭。那即摆伊拢加入在我早上的那锅养生粥里面，所以讲这个时阵呢，拄啊汤嫩嫩的，哈，又有得着，会当当菜来用。那恁白菜、硬菜、高丽菜、青丝啊菜、挂菜、什么冬瓜菜，恁一定人食一世人啊！那我请问你咧，哈、哦，这小中一点红的红梨咧，你敢当作菜食着无？那这种菜咧，有可能恁阿个伫菜市阿个买袂着，哈、哦，因为咧是，确实是爱恁家己，有去家己啊来种来家己食，有钱呢。到市场未必买得到，那今天也没你讲，你哪个人来？只要你提到红梨菜，我一定请你吃一顿啊炒饭。所以讲这呢，又有你哪来我请你，你哪不来呢？我会把它移植，哈，移植种在哪里呢？种在刚才的萝卜园，哈，就把菜刀一样扛起来嘛，啊，就把砍横啊。所以我会移植，哈，差不多一撮一丛一撮一丛，哎，当然差不多过年，迄个前后，红梨就会长出它的米出来，所以它就叫做名正言顺的红梨米哦。啊，我拢甲你讲，啊，即摆伫太空顶的人哦，是用伊咧做饭食哦，吼、哦，非常的养生哦。啊，咱以前我拢甲你讲，白米饭哦，伊是偌靓，你敢知影？因为煮起来白酥酥啦，啊，白酥酥含迄杯白茶，那有啥物无共款？吼、哦，含迄个白菜，含迄个菜头白，笋白、芦笋白，吼、哦，啊，烤白笋白，吼、哦，有啥物无共款？所以讲白色是好，是会烧亮，咱那个破子。所以讲红米饭只要。饭里面有红梨，那个白饭呢就会被红梨盖过，那就不会的。那白茶呢，你拿红梨米很刷的泡出来的那一杯茶，也红彤彤的，那白茶就被我把它破掉了。那白菜汤呢，
只要红鲤一下去呢，连菜汤都是红的。所以我一直在提示养生哈的朋友呢，啊，注意破白，破白哈，你看，放油 keeper 嘛，白了嘛白。那女人以前都会像白带，也是白的。当她咳嗽咳出来的时候，那个白也是白的。啊，你的脸起来冲到头顶，连你的头皮屑都是白的。那个肿瘤是看不到，你也看在那种生裂啊，你看裂啊烂啊吼，跟肿跟白蕊吼，你嘛是白屑。那裂啊，它是一个肿，一个肿块，啊，出人嘛白屑。相信我们这卖的肿瘤，啊，哪讲会到出人，你嘛是白屑，啊，所以讲连癌症的毒呢，也有可能它不是癌症，所以讲白不是最好的。除非说你的身体非常的壮，所以说你的吃白就上不着。啊，若平常人吼，较好命啦，较无在日头中大咧晒大日头的人咧，一白身体就败下来。所以今天呢，刚好呢是红鲤呢，今年呢上大张嘛都安尼尔，它未来呢红鲤米呢会全世界很畅销。因为益美的那个食品呢，一个单位呢，已经跟阮屏东的馆长已经讲好了，准备唔知用偌济啦，唔知用几斤的钱，要来收购红鲤米，因为价钱真贵咯，他一斤要625块的定价，要买去放在屏东行销全市。那、你若有听到的时候，哇，等到饼干出来吼，还有一段时间。那鸡蛋的时候，就较应该放冷房内底，哈，桌里面。现在马上就可以吃到。啊，无你若来我家，我的养生桌里面也吃得到红鲤。所以红鲤呢，会带着很健康跟幸福来送给你。好，我刷到了。今天刚好也是萝卜收成第10月28号的日子，啊，你看我即摆手提这吼，就是萝卜缨，就是菜头桩啊。这菜头桩啊呢，经过机器切了哦，就是安尼切到一块一块吼，啊，这安尼是哦，像这个日头，像今天有太阳的日子，伊刚刚一天哦，这叶啊吼就收大芽。所以你看，看这一整片的，拢用这种黑网，这就是黑网啊，这黑网啊，吼，隔泥土，所以讲的是它是蛮清洁的，因为它很快，它差不多蒸了一天啊，伊就半干，所以咱半干了后的时阵啊，咱来收顿的，来堵咱的眉眼。所以讲十月底，今天是28日哦，29日、30号。我剩三天，务必在我手上的偌济几万斤的菜头拢总爱完成。我这菜头叶啊呢，萝卜缨，你来查看日本五行汤里面，它叫做五行里面一定要的萝卜缨。咱就按个拍打，好拍打哦，咱尾仔咪会收起来。收起来了后的时候，咱就开始要用眉眼要甲生起来。生起来了后呢，甲拍打，就是恁来给我吃的萝卜缨的菜干。茶，现在收起来我就给你当作茶来泡茶，当作煮汤来做汤。所以说的是讲正经，今天咱萝卜缨晒的成爱看天，天若有好天我才做得起来，天若无好天，这些东西是完全无法度。你都不知道昨天的天气全省都有雨哦，咱屏东端热来到山地门哦，规个乌坎坎，结果咱家拢无热，昨也是热，也是几万斤拢都爱单调。那今天28号呢，天气晴朗，肯定呢收得过去，收会好势。所以讲，讲正经，若讲我即马，唔若感谢天，感谢地，当然是感谢现场直接甲咱斗捧，咱个萝卜缨的工作人员，喂，把个胜利的耶！我来接阿公，我只看我当接阿公好啊。安尼，等下再五斤出来。哦。今天唔通去抢奖嘞，哦，我奖。
来到遐，我规个心都拢跳出来。这个摆动中无好。台湾全省爱好花林树会青草园的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呢已经是十二月十六，国历哦。啊，农历呢端好十月二十九，明仔载就十月三十啊。那我正徛伫这个菜头，明仔载呢一定就爱变到完。那呢，恁甲看。上面会叫做有机园，那种菜头呢，无半滴草，唔免讲，是绝对用一种极端的药啊，去把草压好卖好出出来。安尼不但对品质、对土质，拢有足大足大的伤害，平平同款十月落产。菜头是这大条，啊，我的菜头逐条都这个形，哦，都全腰起格啊嘞，你看没有？哦，逐条都是这个形，你看哦，你倒对这逐条，我一条水哦，哦，当中是这个形，你看没？真若讲提起菜市啊卖哦，讲有人要搞我卖吼，哦，无人要相信，那逐条呢就是要变白。咱的草啊，膨胀。你看进这尼啊多工作人员呢，大家咧草的是啦。你若无仰头，恁是无看到人哦，规个拢装伫草包内底。所以讲的是，平平咧种，人也着遮水遮大，规园无半滴草。啊，赶咧种，就是规片拢装草，啊，规大堆就是遮细条。所以我创着一句话，我若要去甲市场甲人拼吼，绝对半输人食，绝对嘛拼袂赢。啊，那拄啊好呢，这种菜头壳啊，该符合咱来做十月萝卜的菜头包。所以讲，今麦这呢已经到二十九啊，今日二十九哦，明仔载就三十，后日就十一月初一啦。十一月初一过菜头，天地就买互伊包。所以讲，就无通啊接包，就干来当做菜用的菜包。那即马这呢，有磷酸包，所以咱就要来当做营养来干咱补身体。一直拍这支片给恁看，是要干咱讲，菜头永远就是菜的头一名。所以讲菜包呢，永远是菜内底所有的上佳包。啊，当然你看这青青哪有法度放？一定要给生起来啊，一定要给拍打啊，吼，才会当保存。所以讲，成年的菜脯呢，是无法度去讲伊的价值，因为放一年有一年的脯，放十年一路脯，放二十年伊会超级脯，吼。啊，若讲有法度放到三十年啊，哇，这就是真正世间上佳脯。所以，啊，一直咧甲咱讲。
十二个月，大概十月，农历菜头伊上好。不管冷死的人来甲食，伊嘛袂好臊死；不管冷着腰子的人来食，伊嘛袂洗腰子；不管已经咧坐轮椅的人咧，哈来食咧，伊嘛还阁会当无伤着伊的，袂去冷着伊的筋甲腰骨。所以讲菜头，哈、啊，伊袂重复补。菜头好，骨康好，所以咱的萝卜饮呢，啊，未来呢，当予大家呢，饮茶饮甲欢喜，来当予恁当作一种温补的温补菜，啊，来做当作养生的一道干大菜，啊，所以讲菜头装呢，有当装配。重复，上届野生的鸟形啊，鸟形啊，啊，这已经上老啊，已经无法度做菜啊。啊，迄个时阵啊吼，伊含菜头做伙咧出来，咱的菜头袂使，咱的菜头含伊的草啊，咱袂使甲烤起来。伊若烤起来了，这种菜头它会动摇啦。所以就是因为无甲烤，啊，结果伊的生长比菜搁较紧。啊，这菜都安尼尔，你看伊已经。来到头顶了，所以讲的是野菜呢最野性，它长得快，它快速成长，它靠快速，哈、哦，都会掩盖咱的物件，所以讲这个是上辛苦的所在。那呢，即马就甲你讲很不明显，很厉害哦。伊即马菜头籽压落，啊，缩草压草的水煞压落。当伊个草籽甲压架拢总互伊当起来，啊，所以甲草籽压架袂当起来，唔免讲啊，吼、哦，多少伊嘛去食着压籽的药啊，吼、哦，啊的时阵，这野草，你要叫伊讲无爱起来，人伊着自然时间到，人伊着要起来，你硬硬甲压架，无爱互伊起来，安着会很自然啊。所以讲，野生的菜。唔免人种，伊自然是伊家伊家己就会出，哈、啊！哎，即马开花结籽哦，啊，籽熟个搁放伫土底，然后等下明年节气搁到，伊家己就搁出来，所以伊籽嘛唔免人保存啊，所以这就是野生的好处。啊，所以讲咱人就爱当作野生的人来食这种野生的草，安尼才有符合整体的健康。
你看现在的菜都在温室里面，都往室里面，都看到目睭睭，它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啊，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不管现在的身体都不像什么，安怎就安怎，但是你要吃野菜，你也会吃，所以你若是高手，你就会说它怎么吃最好吃，你若不会吃，你看到它，你就不爱它，这一定的。所以你若来找我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有什么菜，因为我一定不爱给你吃，我就专门吃野菜，所以朋友，请珍惜有野菜的时候，我们那个青草园里面呢，现在也都说一直在用野菜大餐来请你，所以不妨抽个空，像今天周休二日哦，我们的神秘草原里面也是一大堆人都在吃这些野菜，不知道你是多少人，上面有这椒盐啊，上面有这乌甜啊，你就分不清楚也不一定，所以说你来这我都会教你，让你看清楚，那这种野菜老变野草，这是全台湾省、全世界拢总有，不是干呐咱遮的专业，到地拢总有。只要你若会晓捌伊呢，伊就是上好的野菜。你若唔捌伊的当然就变成野草。不管怎么样啦，野菜、野草，拢总是天然自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当然有义务去把它吃出健康来。OK。全省爱好万里水青草原的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呢，真真正正的日子是106年的12月17号，嘛是端农历的10月30号。在咱的10月23号呢，咱的好彩头就开始采收，整整的经过8天，给那总算最后一颗拢种完。所以讲来讲，当时让恁看这杂草丛生，里面的菜头呢，嘛拢种，已经拢种，叫好收好啊。所以讲来讲啦，我伫遮一直咧讲大家证实讲，10月底，农历10月底是好彩头收成的时候。所以讲来讲啦，今日若要硬买菜头啊，你甲问看卖啊，是毋是农历10月底收的？哎呀，我要爱天地，予咱这条菜头是人参补的菜头补。那安尼呢，咱就当也要当来食咱的保咱的平安。所以讲今天总算大功告成一段落。这个爱看的好彩头呢，要等1年之后了。他呢一直在重提讲，今年礼拜，今年之中，9月3号呢，我就。就至到今仔日，拄拄啊好50多天哦，咱屏东拢总无落雨，所以讲的是哦，这土质有够松的，这土质松，连一撮雨黏黏的黏拢总无吼，所以讲的是哦，今年的雨没有雨水，所以今年的菜头呢是相当的真大松，较无水分，较无水气，较无湿气，较大气，这个补气就会更加补。所以讲今年海产好彩头的菜头包呢，从现在呢开始就要来拍了，看等下呢你会看到我们在拍开的菜头包的现场。那今天呢谢谢全省的朋友的关心，关心我林思辉真正有把这个菜头包收完成，到今天30号真的全部 OK 了，好，谢谢。
家好，这就是咱伫园啊收倒来的菜头，洗好了后呢，才互恁知影讲，伊的菜头确实是足无水的，即拢糖加，拢土糖加加的。咱来经过清洗了后，咱爱甲晒个干爽。用日头阳光诶，把伊诶水哦，晒到互伊无半滴水，所以讲这是干干，然后诶时咧，爱搁用人工挑选哦，你看卖，搁爱甲去头，就是讲，即、這个地头啊，是一定爱下掉，但是即个尾溜一定要保留，所以讲经过筛选之后呢，咱就是就开始爱甲生起来。好，所以讲即摆吼，带你来去看，咱已经洗好、已经劈落的所在。OK， 行。大家好，我是林淑芬。我即摆徛伫遮吼，就是咱迄个收起来菜脯，经过洗、经过晒水、经过生了，即摆就是我第一天就是开始咧晒。所以讲的是啊，今年为十月二三收的菜头八天，陆陆续续的是啊，每天就开始拢安尼重复伫遐咧拍。那呢，啥物外生钱拢不管，到目前菜头吼，还阁未当用封盆子封干，无，是爱用阳光慢慢慢啊拍。那要拍菜脯的日头呢，阁未使伤炎。爱慢慢啊拍，伊才会变较紧干。啊，无的时啦，你看像这这尔啊大条，啊伊这尔啊细条，现在遐尔啊多，所以讲的是啦，伊来足严去咧吼，这个严去就干去啊，啊这个就卡袂干。所以慢慢啊去咧，慢慢啊甲拍的菜头咧，较早的人啊，拢讲要七松，七松七晒，意思就是讲，晒七干，啊收七干。安尼菜头呢，好做达到头最后的阶段，卖讲烫两三工啊，伊就已经大翘起来，好做，是安尼。所以讲咱即摆这是头一遍，是起来。然后即摆银行呢，伊阁收等于，搁再洗一盖，重复呢上完，重复，安尼三次以上。那三次即个菜头就。菜头本来哈，伊本来是肥肥，啊，即马已经软软哦，所以讲伊的菜脯水哦，是一个内底已经有脯的水，所以无单调。咱第一遍的菜脯水，第二遍的菜脯水，第三遍的菜脯水，咱来甲捡起来，捡到等咧伊晒到已经半干以上了，咱搁甲倒落，再搁慢慢再搁甲晒。所以讲一条菜脯要到收成完毕呢。他现在会很多的心情在里面，当你有一天的时候，切一个，我这条菜脯，你就知影讲，确实呢，拢都是爱人工的，拢无爱个用什么机器啦，用什么先进啦，什么文明来代替，不可能的代志。那今年呢已经结束啦，今仔已经十月三十啦，所以明仔就是十一月初一啦，所以没了。要再见到菜。好彩头的时候要到一年之后了，所以把握现在的，我有收成的现有，这个是真的辛苦后的代价，所以今天呢带着满满的喜悦，告诉大家我的好彩头菜头脯，已经快要形成了，那好彩头的菜头呢？也在今天十月三十号完全结束了，哇，很好，拢无半滴啊，就今天呢可以算是好彩的结尾。你把我给咱收起，给你收起来，这些菜脯呢，也当加惠到很多需要的人，希望我也能做到说，真的照顾到你。